星云奖的科幻作品，把它做成了一个短篇的故事。老夫老妻的那种生活就可能需要建立一下。太快了，不知道谈了7年恋爱的人应该是多放松。一会儿你又要油腻，一会儿又不油腻，把我搞得也很懵啊！阿青永远只是一个吃软饭的废物。马老师，我被你帅到了，这个感觉也很敷衍啊。你要的啥？直接一点，你就按你第一条的来。OK。